此人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在下东方雨晴，无心唐突，若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 哎，姑娘，哎，你别再拦着我了，秀才大哥，我还要赶路呢。哎，我思量了许久，权衡了许久，也酝酿了许久，我终于选了一个万全之策来弥补方才的失礼失仪。来弥补方才的失礼失仪。在下东方玉清，对天发誓，等我金榜题名之后，一定会回来娶姑娘为妻。 姑娘，我还不知道你姓甚名谁，家住何处，我现在就下聘书，定下如何？这也不尽然。这山脚下的姚歌城内有一座一宿阁，号称世间事人人皆知，只要付出同等代价，他一定会为人指点迪津。哎，要不我陪姑娘一起去吧？啊，怎么样？啊，哦。 哎哎哎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我又做错什么了？